小年纪竟然会北京瘫。来，给叔来一个，三二一，走。蒙他不会啊。小朋友你多大呀？10岁了，10岁就可以梳起这么稀疏的辫子啦。小心被风吹跑啊，辫子啊。很高兴见到你啊，小朋友。哎，想请问一下，你的同学会不会听叔叔的歌呀？在班级里有没有啊？他边上这个女的好看。哎呦，我好感动啊，这种年纪你里面竟然还穿一件秋衣来。你不怕热吗？跟你开个玩笑。小朋友，请问，问你问题了，请问。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奶奶倒在地上，你会不会去扶她？会还是不会？请作答。哇，你好真诚哦，就像你额头上那条刘海一样真诚。就一条，下了决心了是吧，姑娘？太好了，记住哦，少年们，当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，世界就会变美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唾弃第一个出来碰瓷的老太太，她真恶心吧。臭流氓、哦、啊！我不能选他，我唱演，我唱演。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可以这样做啊！你爸爸妈妈来了没？哪边是你爸爸妈妈？好，两位爸爸妈妈会不会出去碰瓷？来，三二一，作答。好，看样子爸爸会。太无聊了，谢谢你们哦 ，Thank you。再来一位。哎呦！哎呦，这是个弹吉他的高手吗？这是，哎，这小孩这么大了，哎呦，哎呀，你好。小朋友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哦。哎呀，哎，你们一家都来了哈、哦，谢谢你们。哇塞，请问你们平时一家会不会在自己的小区里故意拿别人的外卖吃？会还是不会？你不会，你也不会，妈妈呢？三个都不会吗？骗人，你们一家看上去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太无聊了哈。Thank you very much 啊。那小孩好帅哟、哦，头倍儿亮，哎呀，还不出油，你看你爸爸油的。